你说话呀！混账！你有本事冲我来！你还怕轮不到你呀？两边碰碰，具体事说话。混账！你别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我好怕呀！哇！然后你居然有耳洞，很明显吗，兄弟？很明显。被你那么吵啊！你没耳洞啊？我没耳洞。酷。那怎么办？耳洞要不要补一下？补你个头啊！古装戏的时候有违和感，没有啊，就不打耳洞。我是家里从小不让我打。多么的敬业，战哥！哇，那老鹰吧，那是。哪个墙上？哪里？墙。可是那个是老鹰啊，就是一般的雁的吧？不是啊，我看他头上黄色的。你视力也太好了吧？